三两出，该好事要抗强嘅抗癌人才。伊妈妈病人虽然全世界唔见喜，唔过还系有欢喜嘅过年。过年家家户户接送都系五五样样，唔过唔系唔系也对料理复杂嘅食物识得拣嘅咧。今半年台湾癌症基金会嘅营养师，而首届亮出轻松又抗癌嘅年菜，提出就系象征吉祥寓意嘅炖五福。除了包含保鲜泡半斤、年芋半条、芙蓉豆腐一盒、虾仁一只白、香菇六蕊，调味料有果糖、盐、胡椒粉，也是香油。前种保鲜泡边头温公度，各边香菇、年芋、芙蓉豆腐。我们平常大鱼大肉吃多了，蛋白质其实都已经很足够，但是如果你用豆腐来取代肉类的话，其实会更健康。加热果糖，放到天锅度蒸30分钟，撒点虾仁汤两3分钟的就好了去了。放到蒸好的材料底度，看好些胡椒粉也是香油放掉的，轻松又空闲的炖五福，简简单单是做好了。低度的年芋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，吃了对皮肤也是满足的松皮细胞有好处。炖五福啊，它里面有白菜，那它是十字花科的食物哈，那它里面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成分，所以对于防癌抗癌是有很好的效果。年菜天做会有一出空药，不过接送都太久，营养师建议做得改用五香制排，材料要准备，虾有肉的排骨2斤，蒜头6粒，葱的4枝，姜麻1小碟，调味料是酒、调油、冰糖、八角。果糖块，先捞排骨切1小碟1小碟，滚的姜麻水通阿哥醋特熟米，撒点老肉、葱叶、蒜条、八角、果糖块、酒，也着材料冰落去，冰滴滴的水落去，再加半碗调油一些的冰糖，炖30分钟就好了。用排骨推3层肉，有盐味又没太油，还有炖五福的轻松口味，半个站没油又没奶的新年，下个新闻气氛之真香油特别不好。